前面是那个士林大坝，那清晨5:30，天还没亮。哦，摇了一下。哟，爆了！哎呀，蛮粗的。哦，靠北，加标工。长杆比较宽，哦，石冰呢？大冰呢？漂亮！哇，还没看见就走。八道卷，这样子可以车祸。我靠北，登顶。还是卷走了，送送的卷，空卷，哎。